这条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我不会停下喝酒。第一次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呢，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对每个舞台呢我都有很好的一个规划，内心里面就是对这个舞台有很多憧憬。藏着被包裹着的倔强的梦，我想唱 K-pop。说一句很私心的话，我是觉得 K 很适合刘雯。H 段，刘柯然。沉默是小心翼翼的伪装，闪耀着刹那，你是保留。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站上一个舞台去表演，无时无刻在练这首歌，在搞这首歌，包括这首歌的一些就来回改改了非常多次，一直想把这个情感抒发出去。其实在海外训练的时候，因为一个人正好听到了这首歌，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挺迷茫的，有很多很多种感情在里面。然后前段时间听到这首歌之后，又感觉回到了以前，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初心吧。陆柯然比较辛苦一点，他有一天就是我看录节目录到凌晨吧，然后直接赶最早班机回来跟我排。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惊喜是小鹿，觉得你其实今天晚上唱得很好。我觉得她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有特别魅力的一个女生。我就担心他不会唱歌啊。那是你们没有给他选对歌曲，我认为这首歌他唱的就特别好，找对了作品我觉得很重要啊。爆裂的话需要一个引火线或者是一个爆点，通过接下来的几次舞台，我觉得我会制造这样子的一个爆点。其实每个小考到每个舞台都有很多收获，然后包括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，然后大家都一起陪着我去努力的搞好这个秀。加油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陆柯然。